系列三 A、B、C 三种步书，那各有特色。那这个 A 款呢，它是完全没有声音的，也没有那个响指声，也没有摇摇声。但这个是学习步书，就是晚安步书。这个熊都是立体的，然后打开呢，它有附一个娃娃，所以你看这样，这玩具箱啦，然后玩具全部都是英文版。然后呢，我觉得很可爱的是，这个的话，你看它的椅子啊，它可以把你刚刚的娃娃，它会绑在上面，它这个可以绑在上面，它可以把这个娃娃拿来说吃饭咯，要坐好，要坐在这里面要坐好。然后呢，还可以洗澡咯，洗澡可以在这边，也可以这样进去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可以掀盖的，然后刷牙，叫宝宝刷牙。然后呢，这个睡觉一样可以盖被被，好，一样可以这样子盖被被。好，所以这本，但是它的特色是学习步书，但它就没有任何的声音，这是 A 款。那 B 款呢？这一款呢，就是都会有声音，它还有摇铃声，然后有响指声，然后是立体绣线跟绒布的，它里面的材质是不一样的哈，看到吗？这样子好，让大家看一下，这是 B 本。然后呢，这一样就是可以打开关起来这样子，里面呢是属于像纯棉棉布的，然后正反两面是绒，是那种毛毛绒的，像熊熊的布，所以会有不同的触感。然后跟这是立体绣的，有摇铃声。那小狐狸的话，一样会有响指跟摇铃声。然后这边布本书本是可以合起来打开的，这是里面的样子。好，哈哈记影。然后这边里面有响指，然后这个是这样子打开也是有东西，所以这个都可以有挂钩可以挂。那 B 款也有挂钩可以挂。